可就没饭吃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哎。林军团长和聂政委，给我调两门迫击炮过来，我急用，今天晚上就要送了。是，我先走了。参谋长呢？在那儿呢。参谋长，参谋长，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老乡。好啊，谢谢大家喽。谢谢啊，太感谢了。不用谢，长官。哦不，同志。参谋长，那我先带乡亲们去忙活了，好吧？走吧，乡亲们。走。哎，老乡，来。给你打听一下啊，你打过鱼没有？我就是老渔民，打了一辈子的鱼。那从新渡口。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？有老虎洞。老虎洞？哦，那个地方我也晓得，水流不急，可以划船过江。嗯，那划过去能不能上岸啊？上不了岸，对面啊全是悬崖峭壁。悬崖陡壁上有没有树木藤条可以爬上去？你们怎么上去？有啊，但是从来没有人爬过。这老虎洞离新渡口有多远吧？大概有两里路。哎，你们要过去的话，我带你们过去啊。好啊，你领我去看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司令，我飞了。来来来，不错不错，环境也不错。这儿啊，好，是我们常来的地方。一会儿不醉不归啊！啊，来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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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诸位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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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哎呀，你说你们一来呀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太客气了。是啊，兄弟到了贵省啊，多有果然是好酒啊，名不虚传啊！哪里哪里。薛总指挥，周军长、吴军长，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同仁们，这个毕省啊是一个穷省啊，实在没什么东西招待大家。今天呢，就用这烧房老酒为大家接风洗尘。啊，我先干为敬啊，先干为敬。来来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来来来，干了，干了，来干了。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来，总指挥，尝尝我们贵州的特色菜啊！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顺口啊？您请您请，来，请您请，好好好，来喝酒，来来来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干了，请，请请请，来来来，我给您满上，谢总指挥，我们司令。给中央军的所有弟兄们都准备了烧方老酒，连级以上军官每人一瓶，营级以上军官每人两瓶，
给您团级以上军官每人5瓶。来来来，各位师长、军长，每人10瓶。什么都有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么好啊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不谢不谢。王司令，太破费了，兄弟愧不敢当啊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是不是？不要跟我客气啊！王司令，兄弟到了贵省，多有打扰，怎么可以笑纳？笑纳。哎，来来来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喝酒啊！来来来，马上，嗯，来，喝喝喝。既然这样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兄弟我定当率我中央军10万大军剿灭红军，保境安民。哎，说得好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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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，干啊！哎呀，好酒啊！我说诸位同仁啊。今天这个酒啊，往饱里喝，不用替我省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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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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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哎，总指挥，站稳了。总指挥这次喝的可还好？痛快，痛快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薛同志啊，那这次剿灭红军，兄弟就全仰仗你了。哎，兄弟，好，好，一定，一定，好，我立刻让部队追赶朱某红军，绝不可能让他们渡过乌江一步。好，薛总指挥。痛快，那兄弟，先谢过了。哎，自家兄弟，对对对对，你谢什么谢？不能客气，都是为党国效力，为委员长效力。对，是啊，为委员长效力。对，效力。效力。啊，多谢款待啊！你别说，烧房老酒真不错，好酒啊，好酒！总指挥，你放心啊，酒会源源不断的送过去的。好好好，哎，走了走了，慢走，快快快，把总指挥扶好了啊！再见再见。那个，咱们也回去。哎，走走走了，好了，你也小心点，慢点慢点，慢点，司令。好，你傻呀？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我的酒量？就凭他薛岳，还能把我喝倒了？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？司令。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。哎呀，这个薛岳绝对是个老狐狸啊！我本想装醉了套他的话，哼，他倒装醉反过来套我的话，哼，没办法，只能陪他演戏了。那些话倒未必是假的，关键是，他要保谁的境，安谁的民。今晚下半夜开始总攻。具体的战法是偷渡加强渡，老渡口投入一个营，实施主法。新渡口就在前面，是我们的主攻方向，投入2个营，无实施主法，同时强渡。同时要在半壁山埋伏1个连，负责截断敌人对岸的交通线。毛连长，到，你带领突击队36人，用6支竹筏，在老虎洞那里，先偷渡过去，然后爬上山壁，迂回到新渡口附近，从侧面攻击敌人，配合正面强攻的2个营，拿下新渡口。是。红六团，明天一早，赶到这里，一旦我们强渡得手。工兵连，到，
你们要架起两座浮桥，让红六团迅速过江增援，追击敌人。明白，明白。林彪、聂荣臻回电，说在回龙场渡口对岸有两个营的兵力。我们虽然有两个团，可是，在江面上并不占优势啊。老总啊，告诉他们，这两团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河去。哎呀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跟你们一样啊，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顺便陪你们值个夜班呢。老马，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，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我分析啊，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。虽然不够猛烈，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。我们也应该有炮啊。哎，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。一军团本来有炮，在回龙场，可是现在限调来不及啊。哎，那你看军委直属炮兵连和干部团炮兵连的炮能不能借调啊？目前有两门炮，可是能打的只有五发炮弹呢。哎，哪怕只有一门也可以啊，壮壮声威也可以啊。报告，前线来电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老妈，这个刘伯承跟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他让林彪、聂荣臻发来电报，要求咱们炮兵支援。我看啊，要想解决江界河的战斗，只有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。好，那我就让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带着这两门炮上去。好啊，事不宜迟啊。让他们现在就出发，赶往江界河。我去安排。喂，新渡口吗？有没有什么情况？增派岗哨，加强巡逻，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。
喂，老渡口吗？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增派岗哨加强巡逻，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。记得练三下手电筒。是，手电筒千万别弄湿了。放心吧，都用油布包好了。陈总，跟上，快点跟上，快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跟上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哦，没什么情况，我问过了，我让新老渡口增派岗哨加强巡逻，防止共军偷渡。你再给那个营长打个电话，从猪场派来的那个营什么时候到？也问过了，他们已经出发了，估计天亮就到达这里。天亮？现在几点了？子时。你们都给我精神点啊，别睡得跟死猪似的。曾营长，怎么回事？是风浪太大，我们的竹筏都靠不了岸，就没办法。毛连长人呢？毛连长，毛连长呢？毛连长。马队长人呢？喝的被水卷走了吧？老乡，这有漩涡吗？有。毛连长很有可能。没有可能。你们两个人赶快去叫人给我找。是。保利亚，快点，同志们。这包火柴，你看行不行？只能这样了。去，大家。是。快看，那有火光。啊！接着划。营长，营长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毛连长消息？营长，下游没人。队长，怎么办？撤！是是，撤！走，撤，撤，撤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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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两个，去上游和下游看一看。是。是。
高总参谋长，偷渡失败了。怎么回事？江水太急，根本靠不了岸。五只竹筏已经被江水卷回来了。毛连长那只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。报告，报告，红六团赶来支援了。张云逸同志带着工兵连和炮兵连也赶来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是。原定计划取消，让战士们原地休息，等待新的命令。告诉耿彪同志到指挥部来。是。连长，下游没有发现竹筏，也没有发现咱们的同志，这就怪了。连长，上游没有咱们的同志。现在可能就咱们六个了，人是少了点，但咱们一样能完成任务。走，走。张云逸同志，总参谋长，总参谋长，啊，你是军委派来督战的吧？督战很不顺利，刚才的偷渡又失败了。总参谋长，毛主席、朱老总、恩来同志派我带了工兵连和炮兵连来增援你们，还有我们红六团也调派了一个连给你们用。好啊，有几门炮，多少炮弹？一共就两门迫击炮。五发炮弹，整个军委只守炮兵连，加上干部炮兵连，就两门炮，五发炮弹。两个炮兵连所有的炮弹加在一起就五发，搬再多的大炮来也没用，空架子。有总比没有强啊。总参谋长，我还带来了军委的命令啊，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。距后卫部队第五军团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了，所以军委下达了死命令，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。我们没有退路了。连长啊，连长，这里面是个山洞，没有人。行，你们几个先在这儿休息。二娃，到，走，跟我侦查一下。是。你说这红军也真够玩命的，寒冬腊月的，水不凉啊，还敢求水过来，好在没来几个，让我们一炮就给打跑了。哎，我听白长说，呸，连副，连副说这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，等再过两天他们的大部队来了就很难说了。我们的援兵也快来了嘛，连副不是说天亮之后就开了一个营吗？一个营？红军最好还是不要来啊。懒得跟你说了，我巡逻去了。走，回去。队长，
我们去看了敌人的攻势，有哨兵轮流换岗，估计也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。连长，现在趁着敌人不注意，咱们摸上去，直接把他们断了。对对对，干掉他们！干掉十几个敌人容易，可枪一响，剩下的几十个人就会反击，就凭我们六个很难对付，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意图，对整个行动不利，不能莽撞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在这等着呀。对呀，是那怎么办？是啊，怎么办？是啊，怎么办？目前无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，只有等，等大部队发起进攻，我们从侧面突然袭击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大家就先在这隐蔽休息，轮流换岗。是是是是。哟，侯师长，您这是？哎，真的娘的晦气。今天晚上睡得好好的，这突然梦见红军突破吴江，直奔遵义来了。哎，师长，常言道梦境都是相反的，这是好梦，是好梦。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。哎，防守吴江的周仁甫有没有什么消息？报告师长，周团长最近没有传来新的消息。这如此静悄悄的，不像是红军的一贯作风啊。给林秀蛇发电报，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。是。小陈啊，小陈。真想瞌睡大呀！小陈啊，小陈，啊，主席，不要起来，你要睡的话上床睡啊，不要动着。我不睡。哦，那你呀，给我找根烟抽。抽完了。抽完喽！给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好啊。主席，您还不睡啊？睡不着啊。是在担心乌江的事儿吧？嗯。这上游的茶山关，下游的回龙场，中间的蒋介河，这三个渡口啊，都没有消息啊。可是您不是说刘伯承总参谋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吗？是啊，对于伯承啊，我是充分的信任。但是，万一我们没有渡过乌江的话，得考虑到后面怎么办。这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，只能干着急啊。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来。我现在虽然没有军事指挥权，哎，但是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嘛，啊？是。下游的老渡口，江面窄。江水平缓，两岸道路较宽，敌人防守的重点在这儿啊。红四团的一营，六团的一营，你们在这里试试佯攻，但老渡口一旦得手，要把假打变为真打。
试试强度。明白，明白。敌人的江防指挥部就设在老渡口上方的火箭山垭口上，上游的新渡口江面较窄，江水湍急，敌人的防守薄弱点呢、啊、不过也修筑了战壕，在半边山。埋伏的一个连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记住啊，要用火力压制住敌人，切断敌人新老渡口之间的联系。嗯，工兵连到，你们得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。是。总参谋长，参谋长，天快亮了，是否可以发起攻击？哎呦，天快亮了，好，同志们，可以开始。是。万静，赵连长，到。来，团长，我们只剩下一门炮，三发炮弹了，要看准了打。明白。
口方向，应该是大部队。走，出发。是。张连长，好。新渡口打起来了，同志们，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，不能让他们增援新渡口。给我狠狠地打！什么情况？新渡口遭到攻击，快点！共军使用竹筏撬动，攻势很猛，请求增援，赶快增援！你们别着急，报告啊，团长。什么？老渡口遭到袭击，一定要给我顶住！请告诉他们，老渡口必须守住，一个共军都不许给我放进来。是，援兵马上就到，我告诉你们，必须守住新渡口。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听着，绝不允许撤退，丢了新渡口，老子枪毙了你们！是。团长，我应副连长之命前来支援。好，来得太好了，快快去增援新渡口。是，快。同志们，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对面增援的敌人，敌人无法子弹，给我看准了再打。是是。Yeah.